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进过网吧，但我拍这个戏我进了，我特开心。我第一天当那个场景的时候，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快乐。哇，全都是电脑。哦，又来一个那个。叮铃叮当当当。不要送我了，不要送。哎呦，不等一集。宝剑锋老师送的梦幻城堡，感谢宝剑锋老师送的梦幻城堡。那个谢谢那个我的衣服啊，那个我的好大爹。对，那也是了，反正我跟温迪也没有多少场戏，温迪跟我就没什么感情。你就是吃不到葡萄倒吐葡萄皮，倒吐葡萄皮啊，不是。那我们各自举好各自机位，我们那个能够吹箫，能够吹箫，能够吹箫。能够吹箫，你别说了。哪儿了？你是？你去哪儿了？哎呦，闪现！过分，我先打湿的衣服，越来越过分了。我看到这儿了，我们这不行，不爽难得。我有好几个同学跟我讲，就是跟我做同学的感受，就是幻想破灭的一个过程。我觉得屏幕里的我光鲜亮丽，也不是光鲜亮丽，就是人模狗，也不是。腾飞说他会劈叉，我声音会劈叉算吗？我结婚了，他说谢谢。我的左脚有钢钉，我有钢铁般的意志，我脑子有泡。我的名字里面有颜色，紫，无色。喷香水不就是喷一下然后走进去吗？不就是这样吗？皮得剥皮，还得剥皮啊！我爱吃带皮的。不吃皮，吃皮，我能吃皮，我真的要剥皮，那个上面写着要剥皮。我在胃里剥。我是李逍遥的亲妹妹，李瑶瑶的扮演者吴美丽，看我聪明伶俐，可爱大方，这个呢秒杀我们剧所有女主的啊！痛死我了！想不想写一个吴美丽的三好情书？吃什么料？今晚能出版？你好，吃了吗？再见。知道自己是摩羯座吗？那我是傻子吗？是傻子吗？我不知道自己是摩羯座吗？我好歹也是个年轻人，好歹也是个年轻人。那我怎么可能连自己星座都不知道？我活在原本。头顶上方的话呢，先把头顶肯定先喝水呀。我不喝。可以啊，你不喝，我不喝。你知道我现在拍戏，跟我搭戏的小男孩都16岁，06年呢。06年，我的妈呀，06年，比我还高。06年见面叫我哥哥，都不叫哥，也不叫弟，也不叫磊磊，一见面哥哥。哦。然后现在感觉非常良好，有点孤单，但是还是很快乐。在哪里啊？哦，还发现朋友们，我在晋江市人民政府门口，我裂了，我赶紧不要台阶上影响市人。大开开，空气瓶，开！现在大吉大吉，1、2、3，大吉大吉！别的美食可以推荐？腊肠。印象当中最深的一个年夜饭的菜肴是什么？腊肠。今年有回家过年的打算吗？会给家里人准备什么礼物？腊肠。你必须祝福他们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年年都有腊肠吃，耶、yeah! 有点紧张是吗？我很紧张。对，是紧张什么？是因为我同学都走了，然后我被留下来采访了。哦，我被留下来采访。最近有看微博评论，老有一些那些真是只能怪不好意思问，我该咋办呢？这个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主要是吧，这个像女孩子家家的，大家还是要理智啊。分别演示天真烂漫和邪魅阴险的眼神。天真烂漫，耶、邪魅阴险。问一下，就是有人在那个那天的那个
时装的活动，那个就捡到一个白色保温杯嘛，我就丢了，就是大家有看到可以给我寄回来。具有扑面而来的小狼狗气质，不能好好做个人吗？牛蕾蕾，可爱牛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。你喜欢我呀，你真喜欢我呀。其实说白了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万一他以后生了一窝，那一窝我该咋办呢？小南小东小西，然后我也不敢确保送出去有没有人要，万一呢送给那不靠谱的人了呢，对吧？而且你说小北跟什么狗配好呢？小北的学名叫做广西土猎犬，我还得去找只广西土猎犬去配一只纯血广西土猎犬出来，要是找了个别的品种配，又配出来就没那味儿了，就，哎，算了算了。各位说一个非常让大家羡慕和柠檬的事情哈，就是我已经提前看过电影了。我们也看过呢，你们也看过剧本，看过剧本。如果你们身边有一个朋友，他告诉你说今天喜欢一个人，但是不喜欢我，你哪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？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你啥都行。你的朋友跟你说喜欢那个人，你不喜欢我，怎么办？那能咋办吗？那能咋办？那咋办吗？